当迷你世界变得科学，我现在在比较高的地方，但是下面都是水，所以按照游戏特性我不会有事。啊，当我把炸药扔进岩浆里也不会爆炸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咦，火箭怎么往下面飞了？我明明是要去蒙眼星的。算了，等会再造一个吧，反正也炸不死我。众所周知，一瓶水在游戏里可以放一大片水。这个老六，我真的服了，我太难了。可是当游戏变得科学后，一瓶水只能放一格水。